我跟你讲，叫狗屎吗？对，狗屎。有狗屎哦，狗屎。请问 Julia 跟 9M88 同时掉进水里，你会先救谁？Hello， 达人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zzy。游戏前先请介绍一下新专辑跟以往比有什么新突破吗？这张专辑我酝酿了一年多了，它是一个同时绑着我的演唱会，然后绑着我自己的专辑，还绑着我的品牌 Maniac。它算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概念。那它名字叫 Attica， After Dark I Come Alive， 在黑暗中我重生了。那当然，它写了一些在去年，我觉得我自己在经历一个自我灵魂探讨的一个过程所酝酿出来的一个 project， 很难用一句话或者一个简短的方式解释。但我相信大家听到这张专辑，或者到时候去看我演唱会，然后到时候我可能也甚至会拍一些。不管是纪录片啊还是什么东西，我会很细的去解释这个 project。它算是在介绍给你们前四年认识的 Ozzy， 从进去讲到现在的那个 Ozzy， 那是我前期的我。我想要让你们介绍之后，从现在开始下一个阶段的我长什么样子，有点要 redefine， 然后重新介绍 Ozzy 是谁。由小编出题，考 Ozzy 共出9题，答对一题即可获得5秒宣传时间，每答错一题需喝一杯小苦茶。你知道我从来没有一辈子没有喝过苦茶，而且他为什么放在下杯啊？让有点情调啊！哦，是吗？放在下杯里面真的还蛮有感觉的。来喽，第一题，请问你目前的 IG 追踪数是多少？三秒内回答，43万。答对了，恭喜你。第二题，请用7个字形容新专辑。3、2、1，真的是有够好听！哇！哎，这居然真的中了！我刚才一边在讲说完蛋了，会不会多一个字？没有，我觉得下一题你应该会喝。请问 Julia 跟 9M88 同时掉进水里，你会先救谁？怎么办？你讲完啦！哦，哎，哦，是这个味道。哦，等一下，好神奇哦！龟苓膏比龟苓膏苦，但有一种龟苓膏的味道，后劲蛮强，喉咙的后面会很有感觉。但我 OK。请问《Come Alive》这首歌中歌词出现 “alive” 几次？哇！3、2、1，7。请喝苦茶。几次？几次？8次。哎、欸，是8次哦。是八。哇！三张要不要拿出来？不行不行 ，ego， 哇，真的是蛮难喝的。请问你的鼻子有几公分？3.5公分。3.5，我们当场量一下。好，3.5，4公分。哎、欸，这样哎、欸，这样算 OK 吧？不然喝半杯啦。好，好喝半杯。哎、欸，3.5算还蛮准的。真的哎、欸，蛮厉害的。对吧？接下来请在20秒内。念完我手上这张绕口令。好，来了。牛奶奶找牛奶奶买榴莲牛奶，牛奶奶给牛奶奶拿榴莲牛奶，牛奶奶说牛奶奶的榴莲牛奶不如牛奶奶的榴莲牛奶，牛奶奶说牛奶奶的榴莲牛奶会流奶，牛奶奶听见了大骂牛奶奶你的榴莲牛奶才会流奶。哇，这太难了吧！哎、欸，好，这题放过你，这放过还 OK 吧？可以。接下来的几题，小编会用破台与 Google 翻译英文歌词及走音和旋律的方式，让 Ozzy 猜是哪首歌曲。我要你在我的脑海里，你拉的狗屎真的让我发疯，一直在努力，好吧，该死的没有得到休息，看着你玩哦。直翻的，哇！我跟你讲，叫狗屎吗？对，狗屎。有狗屎哦，狗屎！怎么有狗屎？狗屎跟你玩？欸、是黑菜哦。是哎、欸。这样是他，这样是他。我喝掉。好，喝半杯，喝半杯就好。好，喝那个半杯。好，接下来要翻成台语喽。好啦，台语我行。台语你很厉害啊！惊死人，台语 crazy 哦。来哦，你不是一个基本的查某，我才应该爱思考。提起你的手机啊，你这种暧昧的创治，我早就看透。哦，宝贝，日本的女生，日本人，不是日本人。基本的查某人，基本啊 ，base 啊，标。哎，不是，天堂岛。对。对，天哪了，对了 ，basic 哦，我不叫啊。接下来是魔王题哦，就是我本人这个音词，我要哼旋律给你听。OK， 旋律的我 OK。等一下哦，这唱的也太……哎、欸，不是，这个我练很久了。你再唱一次。
哎、欸，等一下，这是这。OK， 旋律我 OK。来，再一个。BO 嘛，这还是 BO 嘛？哇，这有很明显吗？OK 好，那我们就结束了。那你总共大概对了三题，所以有15秒的宣传时间。哦，15秒宣传时间。但因为你长得很帅，所以再加5秒。哦，谢谢，真的太棒了。帅眼再加5秒。OK 好，总共给你25秒。好，25秒，我要宣传我自己的专辑。其实讲简单，反正这个专辑叫做 Attica， 我3月4号会有一个演唱会，但这演唱会让你呈现我整个专辑的核心价值。反正。很多一些很深奥的东西，我就这次就不讲了。反正我暌违4年没有开演唱会，差不多可以跟大家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见面，所以很期待，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我的演唱会，我的专辑 and everything， OK。